再来一次，快手，快手，
低头，对，我来，打，四个啊，全，四个，小拳，五个拳，是，两个支撑，五个小拳，走，对。那我觉得是我做的动作，我会感觉很别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推前，这次都很帅。知道，就是感觉越动肌越不稳啊。你始终把那个不要侧吗？距离。这个距离你始终要有，不管任何动作，你始终这个距离是保持住的。你不能一会儿这个距离，一会儿这个距离。对对对，我就这样吧。是，所以你要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距离，这样好。你要始终都是这个距离，是吧？始终都是这个距离，不要动这个距离。你跳出去以后，你的距离要做好。你跳出去以后，你就这样站着。这变成这样的话，你要去调啊，调好啊。加了你想把你的距离怎么样？好吧，理解吧。一下你看。好，就喊了，在几十秒之内就能睡着了，睡怎么打？就大家都怎么打？然后这么打的吗？谁教你的？怎么打？教我打？教好像没。还是这样去打？正常去打，正常去打。那你更需要练习。你光光打，我又不打你，真的是。你是比较重的。来，光拳，上，对，好的，来，拳，来，这个招两个，来，好的，这是拳，上，对，往那边走。来，往这边走，摆拳，学过来，来往这边走，摆拳，行，是，往这边走，摆拳，往这边走，摆拳，是，往这边走，是，往这边走，来，往这边走，来，往这边走，这边，对，过来啊，对啊，来摆直，对对对，就是，来。加油啊！还两个。
还有一个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还有最后十个，没下去不上，先躺着，躺着，好，四一，躺下去，四二，你先躺一会，对，三秒，3、2、1，做五个的，4、2、4、3、4、4、4、5，好，躺着3秒。最后五个来，四六，好厉害啊！7、18，仰卧起坐都能做。再来一次，下去，按照我设一个50。OK。后退，对，三、四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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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、
举手，打拳，两个，收拳，接，接，接，走，走，站，哎，走，放心，站。不要用这个，不要用这个东西、啊，被打了。你要用这里一个，这里，这个。我老喜欢用这个去打人家的脸。对，是后来过手，还有啊，过手，来穿的时候。
走在这里啊！啊，在哪？
肘分不清楚吗？这个还难吗？小臂和肘分不清楚吗？我要打断了，我说啊，用肘去打呀，太短了。对，身体不会拧吗？身体不会往前扶着吗？对，哎，对，这个打完了，对，用力，来，对，来，来力，来力，使劲，使劲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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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我们练的力量是不是最多？然后再练力量，你看，防好。
是直的，对，看看我的拳，是直的，对，是直的，对，你看，你看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吧，来，看我的拳，看我的拳，不要闭眼，要始终闭着我的拳，看，打到的面不要闭眼，好，好，要克服这个，对，好松，看，好松，走，哎，对，看，看我的拳，这是。闪就好了，不要去这边闪，这边看我的拳，
口，对，喊过来，对，来，走，再来，来，哎，低头干啥？低头美容做啊。下次我就一个勾引了，来，来，对，过来，闪，闪，闪，对，过来，闪，闪，低头，对，可以，再来啊，来，下面打，打，来，这是打，来，这是打，打。闪，闪，来闪，闪，闪，低头，对，往那边走，对，啊，往后，接着往后跳啊，往后跳啊，对，啊，往后跳，对，往后跳，对，往后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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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腿法了啊，来卸下来，啊，太难了，要不试试，不好。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你不喝，我为什么要喝？幸好这里有肉啊，不然真的还是有点肉比较靠谱。没有，没有一点味道的话，就那个啥了，会显现不出你努力过啊。说明你每次都看都没出，偷懒。正蹬啊，来，正蹬，然后是站起来，起脚蹬，起脚蹬，提膝蹬，前面的腿啊，提膝蹬，站那么远你怎么蹬？提膝蹬，提膝先抬膝盖蹬，对，来，抬膝盖蹬。对，抬膝盖蹬。对，抬膝盖蹬。这有用吗？这个蹬有用吗？对，抬膝盖蹬。对，来。对，来蹬。对，那有用吗？不要这样。不要这样。不要这样。你变成了灰。灰。你变成了这样。这变成了灰，对不对？我要正蹬，不是这样。正蹬，你看。膝盖，这种感觉。感觉我好像不一样，但是你比我有力了。来，起膝，蹦过去。对，不要推。对，来，对，好，对了，膝盖，对吧？跟我，给你抱头的机会，给你抱头的机会，你别不能用。好厉害呀！练自己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不会啊。对，我嫌过别人厉害。最差一年的人做不到了。啥？来蹬，蹬，兄弟，来。对吧？哎，来，走，蹬，哎，对，来，起，是，蹬，哎，好，可以，来，对，对，是，对，是，走，对，可以，把它再干起来，起。蹬，蹬，前腿蹬，来，那是前腿吗？来，刚刚学的什么就用什么。对，来，来，走，兄弟，快点力啊！还见过没见过第一次能把自己蹬飞的来，蹬，让你用力啦！来，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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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对，来，中间，蹬，来。走，对，来，兄弟，我也能很开心。来，对，来蹬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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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对我来，来一边吧，对。等那么死了。有奶力啊，干啥呢？
是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要上十阵，你是故意的是吧？嗯，走，七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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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，用力，十，十九，等一下，全力，啊，十，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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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扭胯要用力，然后蹬腿哈。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一，来，一，二，来，伸直一点。坐起来为止，坐起来就今天晚上就在有人坐，不好吧？不好吧？不要让他蹬一下是吗？没有，摄影。好，好，好，确实有摄影，还是你在贴。这样，这样，我自己对吧？Yeah.
静，来，三七，来啊。缺点啊，不够努力，开玩笑，其实挺够努力，但是也不够努力，爱理不理的那种感觉是吧？对，明年就是明年要做的事情，把体态调好，把力量练好，然后把有氧做好，饮食稍微的控制一下，好吧？明年我们要见到最起码见到你的妈妈。最近标准，好吧。马姐现在速度怎么了？我肚子不可能那么快减下来。我也知道你有三层，哈哈哈哈哈。还是有机会的，说实话，真的。你只要很好，有不错的饮食规律，有很稳定的训练频率，不会有问题，好吧？对吧？放心，没什么问题。两个月。我好像是双十一买的课程，到现在差不多快两个月了。你们是不是每个年终都会？双十一哪里有两个月？这才十二月底。快两个月了，20天。然后我就瘦了几斤吧。没有了，其实我觉得好像过来当个第一个目标是想减肥，然后好像过来之后好像变成淡定了，就跟着练呗，练完再说了。你要就是你减肥，其实对于你要知道，对于你现在的身体健康来说，首要要去影响你的健康的问题，你要去解决，对不对？饮食嘛，你们一直强调饮食。不是饮食，是你的体态，对吧？影响你健康，你是你的肌肉量，这是影响你身体健康的。那你要先去把它解决掉。其实减脂是其次的，说实在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了健康，你什么都有了。你健康没了，你啥都没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当时。但是我们现在是，看你有健康的同时，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做下去，希望能是这样的效果去进行。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我胖。那你为什么要说你要减脂？因为反正。120啊，那突然变到140，肯定是觉得数据告诉我确实是胖啊，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胖啊。好吧，那没办法，那就回去照个镜子，我觉得。然后有一次，你洗澡的时候摆个镜子看吗？没有，我当时就有一次我不小心就是穿了睡裙了，然后我突然发现，我的肚子原来这么大，然后刚好遇到双十一，然后我就想好了。真的是因为照镜子，我才有这个突然一个醒悟啊！对啊，就是要这样，人就是这样子。那平时我觉得不觉得？那你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，是吧？因为当时我平时穿很厚嘛，所以我不觉得什么。然后那一天就比较饱，然后就看到镜子这么看我自己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健身什么都不重要，贵在坚持，坚持下来，每一周坚持下来，每个月坚持下来，每一年坚持下来就可以了。剩下的留给时间，它你运动量大那么多，对吧？你的效果肯定会来的。你他妈天天流那些汗，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效果，一点都白流的吧？你自己去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算是你不来这里上课，你外面去跑步，你每天跑也不一样，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。其实收获是一定有的，只是多少的问题，对吧？那这个至于多与少呢？
有些人对吧，天生运动能力比较强，体质比较好，那就没办法，基因的问题，对吧？那有些人可能效果慢一点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要去质疑，好好的去训练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对的，谢谢教练。坚持是最重要的。今年就认识了鬼师，认识了那个郭豪，对，然后再认识了秋将，然后从秋将认识了石经理，然后从石经理就最后认识了你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帅哥，至今还没有，比如那帅哥，这样，好，先把那个擦，呀呀呀，2022年加油！